冷飕飕的季节里，就是要用烧仙草温暖身心。今年冬天职人饮品真主丹也让暖暖烧仙草崭新回归。为了满足粉丝们这一年的期待，继续主推用吸的烧仙草，吸管一插就能享用台式经典暖心滋味 Tea 的。另外，此次加码推出咀嚼控烧仙草及具有芋头风味的芋头控烧仙草，想找暖心饮品绝对不能错过这一杯。真主丹推出的冬季限定烧仙草，经过长时的慢熬炖煮与无数次的手工翻搅，才能制成口味浓郁既不腻口的烧仙草意，搭配招牌黑糖珍珠采黑糖蜜入珠心手法，完整呈现原始黑糖珍珠风味，直径 0.85 公分取决不费力。人气小芋圆也加入烧仙草的行列，严选每口都能咀嚼到芋头、地瓜颗粒感的双色小芋圆，再配上松软绵密红豆粒，以及入口即化的芋泥等丰富配料，完美的搭配出口感越嚼越疗愈的咀嚼控烧仙草。另外，还有加入入口即化的芋泥、Q 弹小芋圆及珍珠的芋头控烧仙草。此外，加入让消费者可以更换自己喜欢配料的活动，体验古早味烧仙草选配料的乐趣。新品价格咀嚼控烧仙草芋头控烧仙草 M， 一般门市新台币60元，百货门市新台币65元。活动时间2020年12月11日到2021年1月11日。活动店铺真主丹全台门市。活动内容，凡拥有 Club 会员，活动期间至真主丹全台门市消费烧仙草系列一杯，即享单杯九折优惠。在这寒冷的节庆里，记得与亲朋好友们一同分享这份暖心的滋味。活动网址，冷冷的冬天来一杯经过慢熬炖煮的浓润仙草，不仅暖身也暖心，吃货们千万不要错过。